大家好，我是胡胖胖子。上一个视频本来是个开箱视频啊，结果就看了一个大观则十啊，就看了这一枚大观则十啊，在欣赏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换，不能沉迷啊。我们来看看它其他的钱啊，这是一枚宝元当摆，这是一枚原摆，这枚原摆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，穿口有一点点小花啊，整体背面也非常的好。啊，这枚原摆非常不错，打个85分问题应该是不大的。我觉得这枚钱合适去打华夏的开放盒。我倒是给问一下邵老板看，这枚原摆对还是不对？应该是没啥问题，但点颜色包浆很一致啊，状态也不错。我看看这个钱大概多少钱能收下来。这个是他拿不适合评级的袋子装的啊，这是公博不适合评级的。这一堆是有点问题的。啊，这个是一个隆庆啊，这个隆庆，这隆庆这么大就有问题啊，隆庆没这么大的呀，形制有问题的呀。啊，这个背壁也是没有进盒的。看来他这些是原来也没进过盒子的是吧，这进盒应该失败的了吗？这个永利通宝啊，这个一看就是假的。字口太软了，不对，这没戏啊。福，康熙福上面还有个丑，我靠，这什么鬼？应该也是不对的啊。这光定，这光定这个字口也是不对的啊。大明被护，这个不知道，看不出来我。长命富贵。金玉满堂，字口太浅了啊！这个字的这个钱币的穿就是这个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形制不对。你看啊，它这个几个面都不在同一个平面上。你看这个底章，这个外圈是一个面，字是一个面，穿口是一个面，就三个面在不同的高度上。这种币一般都是假的，应该这三个面应该在一个平度上啊，这是一个真币的先决条件。大顺，字口太软了啊，字口太弱了，这个。大顺隆庆，这隆庆也是不对的啊，从我手上有一枚隆庆，感觉就不对。隆庆的屁股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些都连，这一堆都是假币啊，这一堆都是假的，给它放到那个袋子里面去啊，不适合评级的袋子，这个不适合评级袋子，这没错，全部都是假的啊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应该都是假的，确实没毛病，这一堆应该都是比较假的。再看看这一堆啊，这是什么？永安五珠，长平五珠，宣德，宣德，这是宣德永安是吧，这是那个积木五珠，钱币工作室啊，对方车看一下，这两个是纸板，小船纸板一，这个纸板啊，这是永昌，两个永昌啊。哎呀，这两个永昌进盒了，我要跟他收两个永昌嘛。这两个我让他卖给我算了，我现在手上都没有永昌，买两个永昌吧。这两个他看不上，我感觉还行啊。他看不上了，我觉得还行，便宜点我就给他收了算了。现在去买个永昌也得700-800块钱，他这两个其实品相还行，他玩的层次要求比较高啊，我玩的层次要求低一点，我觉得还可以了。这个是他放在手里盘的一个全五十啊，咸丰宝泉当五十，这是盘的太温润了啊，盘的很熟很熟了，对，这个钱盘的很熟很熟了。这个就没怎么盘，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啊，这个更好一点，这个非常的温润，全五十啊。这两个钱还挺好的，还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太仓啊，这个太仓也不错，太仓不错，直白五珠。本来我想收的啊，他没卖给我。我是想500-600收他的这个直白五珠的，
最近收了几个直白五中都卖了。它这个比较重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，这个应该在十克左右的，这个不轻。这是一个牛逼的大顺啊，顺天元宝啊，大家可以上手一个顺天元宝啊，直鞭可战力，这是肯定的啊，直鞭可战力，顺天元宝直鞭可战力啊，这个鞭呢肯定是直的，然后稍微弄一下就能站的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顺天直鞭战力是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好，他连直鞭战力都做不到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顺鞭通宝啊，直鞭可战力啊。顺天元宝，直鞭可战力，这是肯定的啊。这个位置是可以站的啊。顺天元宝直鞭可战力啊，状态还是很不错的，因为顺天啊，再来一个大官放在边上，再来一个顺天，还是要来点东西给他蹭陪衬一下啊，加劲，这个加劲也不错，这个也很不错，可能是个母钱啊，这个钱又是一枚好钱，又来一枚好钱。好钱都是自带气场的啊，这一枚也是自带气场的。大明通宝啊，自带气场的大明通宝，看能不能站立啊，这一枚钱应该也能站立。这个位置吧，应该能站。来吧，这个大官也站一下吧，这个大官应该也能站立的啊。来表演一下，这个钱也是能站立的，直鞭可站立啊！我靠，这是个湖边的大官，站不了。这是个湖边的大官，站不了。啊，这个表演一下，直鞭可站立吧。这也站不了吗？你不应该站不了。这个应该照道理是可以站的啊。还有一个五珠啊，行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，喜不喜欢这些钱？非常漂亮，特别是一枚顺天元宝，像这种直鞭的顺天元宝的价格不低的啊，它这个鞭呢其实有一点小划伤啊，这也是它封低的原因吧。顺天元宝，很不错的一枚币啊。没有动过手，没有动过任何东西啊！我觉得这枚币给个85问题不大的。走华夏的话可能能高一点，走公博的话应该就85了，这枚钱走公博的话也就85啊，不可能高的，差不多就这样吧，就85分。行，晚一点给他送去打盒子吧。这些说真心话，打公博就白瞎了啊！这个打公博的话真的白瞎了，白瞎了，我说白瞎就是白瞎了，不开玩笑的。这个打公博肯定出85，不用看的，100%的85。这个的话反正差不多吧，就白瞎了，我觉得。白瞎了正好，白瞎了正好收嘛，是不是？白瞎了85分，给他个3-4千应该能收下来。白瞎了把它收下来也没啥意思。行，今天这个视频，谢谢大家观看。白瞎了，我85分的话也没多少钱啊，这大关，给个3000都应该能收下来。大关的话，85分的，到时候我再打个盒吧。送盐我估计都能出85，甚至88，甚至90。啊，这是琉球半岛的一个钱啊。这个钱是可以站立的，这个钱是肯定可以站立的啊！这个鞭道工艺都看得很清楚，可以看那个鞭道工艺，非常不错，这枚也很不错的，很爽。
行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